幸福爱上于你。小孩的世界里面就天真无邪，充满了欢乐。咱若看到囡仔时阵，咱就看到这个社会的未来。所以囡仔会使讲是咱社会上重要的一个资源，也是每一个家庭的心肝宝贝。那一年一度的儿童节即将来临，我们今年呢特别推出了这个2015爱上云林乐活童年这样一系列的活动啊。3月28号，我们要在云林科技大学来举行儿童节的庆祝活动，第一炮就是要表扬模范的儿童、模范的幼儿。从4月3号到4月19号，一共长达17天的时间里面，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小朋友们，在家长的陪伴之下，能够到遍布在我们云林县20个乡镇非常好的一些学习的亮点。那么我们整理出来至少50点，有一些环境教育标杆的学校，有一些文史的庙宇，还有很多社区营造的亮点，这些呢都是非常值得去参观的。只要你到任何一个地点去，用你的这个学习卡能够有戳章，你盖了2个戳章就可以参加我们在5月7号我来你记得说在要举行的一个公开抽奖的一个活动，奖品非常非常的丰富。我们县长所推行的这个牛奶饮用活动，小朋友喝得非常的高兴哦。因此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去跟校长讲说，校长，我们要写卡片谢谢我们的李县长，李县长敬有爷爷，谢谢您愿意拨款让我们每周喝一次爱心牛奶。为什么是爱心牛奶呢？因为里面包含了您对我们无限的关心，喝下这瓶牛奶就像喝了蛮牛一样精神百倍，让我们每天上课都不会打瞌睡。既然这瓶牛奶这么神奇，我们必会把它全部喝光，认真专心的上课，绝不会辜负您对我们的爱。敬祝县长永远平安健康，土库国小5年丙班全体学生敬上，献给我们的李县长。县长，谢谢您。